快过年了，家里上上下下忙死了。你知道，虽然我一直自诩为一代逆袭，但是呢，还是忍不住为自己亲爱的家人付出。身为主妇本人，要好好过个年，就是要一直劳动，一直买，一直劳动，再继续买。走，带你们去看看我的购物清单吧。过年更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全身酸痛怎么过好年？没时间去按摩舒缓酸痛，至少酸痛贴布、乳胶要准备好。这次来呢，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秘密武器——普拿藤肌力酸痛贴布。那刚好大扫除过后啊，全身疲劳酸痛，很需要放松。而且呢，我的工作常常需要在电脑前面写作，就像广大的上班族一样，常常会有肩颈啊、手腕啊、腰背痛的困扰。所以啊，我平常都用这款肌力酸痛药布，小小一片就能快速缓解酸痛，大动作也不怕脱落哦。我自己非常的爱，完全是家里的常备品。而且呢，来药局买还可以咨询药师，真的好放心哦。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哦。普拿藤肌力酸痛药布含主成分 diclofenac sodium， 是医师常用消炎止痛成分，可以减轻局部发炎现象，有效缓解肌肉及关节疼痛。如果啊，你是一个怕药布撕下来痛得叫妈妈的怕痛小宝贝，这款水性的酸痛药布是亲肤性更高的水性剂剂，这款用起来完全温和不刺激，还很好撕，不会粘黏皮肤哦。平常呢，不习惯用贴布的人，是不是可以用用看这个普拿藤肌力镇痛乳胶？像老人家的关节疼痛，或是妈妈手造成的肌腱炎，还有广大的低头族们，贴布呢想贴的均匀服贴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乳胶直接涂抹，服贴无。撕脚真的很方便，重点是呢，我发现使用起来感觉很清爽，缓解酸痛的效果感觉很快速，难道是我错觉吗？对，透过肌力乳胶促进导入新科技 Diclofenac 快速渗透，非常适合妈妈族、上班族、低头族。它的质地是乳液状凝胶，保有脂溶性乳膏及水溶性凝胶的特色，清爽不黏腻，好涂抹。不过提醒大家，使用量不要超过两个10元硬币大小，一天最多使用两次，每次要相隔12小时。好啦，这绝对荣登我这次过年的必备战利品，今年过年又可以躺着过关喽。最后呢，提醒各位媳妇们，照顾家人的时候也别忘了爱自己，可以来药局选购哦。谢谢。在这边呢，也跟各位老公们精神喊话 ，Happy Wife, Happy Life， 老婆开心了，接下来这年也好过啦，拜拜。